根本上就唔係想象中嗰樣嘢黐住咗，都未砌完。希望唔會因為咁而挑戰失敗啦。疊緊膠杯遊戲規則，喺一分鐘之內用36個膠杯疊起一個金字塔形狀嘅結構，完成後再將膠杯傾斜滑落，最後將所有膠杯搭成一棟就為之成功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Up Live 主播小王子 Chrissy， 今日我嚟挑戰呢個疊緊膠杯，咁我哋就即刻開始啦。希望不會因為這樣而挑戰失敗啦。成座山咁啦，已經堆到，危險危險。好，收杯。哎呀，各位爭少少就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p Live 主播鳳兒，我哋今日挑戰呢個一分鐘搭緊膠杯。咁我而家準備開始。下低咧就要8個嘅，好緊張啊！希望我可以成功啦，暫時順利，仲未冧。你睇落好似好容易，事實並唔係你咁諗嘅。之後咧，我哋最後咧就將佢搭翻埋一齊。Yes。太有型，得唔得噶？大家好，我系 Uplife 主播小野猫，今日嚟挑战呢个搭紧胶杯，好开始。佢捽住咧，其实都好难，完全唔系我想象中嗰样嘢啊！系咪少咗个咧？好似系少咗。好，完成。哎呀，爭啲啊 ！Hello， 我是 Up Life 主播的林林，咁我今日嚟挑戰呢個金字塔，而家開始啦。喂，係咁卡住，哇！好驚佢立。哎好易冧咯，深啲先得。都未砌完。我头先系挑战失败咗嘅，唔知道你哋有冇挑战成功经验咧？自己翻屋企挑战一下呢个金字塔啦，好难嘅。